咁但係前一即係上一次都好，第三場千二米。我睇翻速勢能量、哦，原來第二場嘅特張馬係三號十號，三號同十號同樣咁特張、哦，都係特張冠軍、哦，所以自己草率咗，應該揀過河勁出夾晚大熱門啊！波件事真係臨場變成七倍喎，咁好買都唔識買，真係老土啊！自己真係。哎，呢场千二米啊，唔好气馁啦，咁啊，场场你赢晒咩？唔可以全场场赢噶嘛？嗰啲咩贴士专家，你会全场场赢咩？佢赢先收张飞俾你睇嘅啫。好，第三场就系有好几只马赢过，赢得几好添嘅。发型起高耀智星有主意，即系一二三赢过。有運來又贏過，雪戰神區又贏過，咁啊同盟力量又贏過，即係係一二三五七十，一二三五七十，咁啊入個 Q， 而且入得幾好嘅咧，就係、是、跑一次入一次 Q 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星洲駿馬，而家變成大熱門。咁啊告東尼原本上一次入何澤瑤跑第二嘅，咁今次俾咗莫雷拉跑喎，咩事啊？何泽尧呢？咁啊，告东尼拍啊，莫雷拉咧就上名率系六成嘅，喺马经上面写嘅咋，我唔系咁好记性嘅，即系呢个资料都几好啊，即系骑练合拍好啦。咁另外一隻馬入過 Q 就係黎海榮啦，明月千山幾好，好多人買嘅一隻馬，明月千山啊，輕磅啊嘛，115磅啊，跑個二檔啊，呢只馬上次跑第二嗰只馬，好啦，上仗跑得好嘅咧就係發型起有主意，星洲駿馬同埋明月千山，即係一號、三號、四號、十二號。概率啊，概率取胜率最好系三号，有主意跑一次，第一一次，第二零次，第三零次，第四零次落地，咁即系100% 入 Q 嘅就嘛，有主意班德礼，咁上次又系班德礼有主意啊，有主意啊赢咗明月千山嘅，啊。即係上一場，即係上一役啊，即係星洲駿馬，咪係有主意第一，明月千山第二咁樣嘅。今次兩隻馬又碰頭啦，咁啊有主意就加咗5磅，明月千山就加咗1磅，咁兩隻馬相差一來一回咧，就仍然係有相差4磅咁樣啦。大家嚇，就有主意都唔係差嘅，即係咁樣都唔係算加得多啊。羅富全。咁啊，二號仔就係梗係好多人關注啦。點解咧？佢上跑一次呢個路程，跑一次一次入 Q 啊嘛，即係100%入 Q 啊嘛。其實佢數字上同佢三號一模一樣啊嘛。咁我就近績好有4號、3號，啊4號、3號。五號仔咧有運來咧就係、是、巴度個檔位就靚，四檔咁啊上仗咧又莫雷拉6倍跑第四，咁而家俾巴度，你估佢有冇執個熱煎堆咧嚇？點解話莫雷拉都唔騎氣騎，唔好買佢咧？定係嚇唔知啊？真係都幾好噶嚇！趁住呢個馬會人才凋零嘅時候，騎師凋零嘅時候啊，誒執你莫雷拉啲馬會跑好啲。搶生意啊嘛！我就係關注緊4號啊、1號啊呢啲啦，4號、1號、5號呢啲，我睇睇一間佢哋揀乜嘢咧。一號係發型起啊嘛，呢只馬跑過3次，一個 win 一個 Q 咁，即係
66% 入 Q 咁都幾好啊！即係同呢個有主意啊，星洲駿馬差唔多啦。4号、1号啊，1号好冷喎，1号点解会咁冷啊？上次30几倍跑第二，5号有运来就系上次6倍，今次夹晚7倍，应该睇埋电算机先，睇有冇好，睇有冇掂先，然后就明月千山噶啦，数到只12，系咪啊？你买得呢、這个？买得有主意，你就要买下林明月千山咁啊，两个磅位有少差距咯。我关注4号啦，5号啦，4号、5号啦，即系唔好纠缠喺呢个3号、12号嗰度啦。唉，算啦，真系。好，一阵睇埋佢电算机先讲。可以继续好嘅，即系啲侧身马，影埋呢只咯，12号明月千山，单杆状态佢都仲系唔错嘅。上次啊，赚得到啲形势啦，慢步速摆前就攞咗个第二啦。但呢只马咧真系唔俾人冚得噶，一俾人冚住跑咧，就好似前一次咁咧，佢就会好曳嘅。忽然间，主持紧4号、5号啊，有啊，4号、5号、9号、10号。我要发型起啊，嗰啲哦，发型起上仗跑第二，前次跑第四，近绩系都几好嘅，数一数二嘅呢度，数二数三咁啦，即系有主意啊！上次第一，前次第二都几好嘅。我拣4号、5号。即系4号仔啊！呢只就系星洲骏马告东尼拍呢个莫雷拉，有60%嘅0.6%嘅入位率，即系2.2 win 就唔系几抵买嘅。其实就系1.6%嘅位置就相当几好，即系唔错啦。起码佢100%入 Q 啊嘛。Jenny 又要4号，又有5号、4号、2号、5号、9号。2号叫高耀智星，哎呀，呢只马见到都惊。我赢过一次之后，好耐好耐，成1年几2年都冇赢过啦。爆冷门嗰啲只，专爆冷门嗰啲只。2号高耀智星今次叫好多飞噶咯，20隔晚11，而家咧就21夜1。即系曾经赢过爆冷门几十倍赢过嘅，即系。是两季之前的应该。这只五号仔呢有运来，即五号仔巴到了。这只是莫雷拉戏骑来的，如果我是他打得比都赢啲，都跑好啲，真係。他赢埋呢个莫雷拉嗰只马仲威，咁样鬼叫你唔骑呀，咁啊。咁只黎海荣只12号呢就係17倍。一号都做过。做个热门马噶，发型起梁家俊啊，做个热门马噶呢只马，咁啊今次啊18倍都冇人理嘅，真系。其实呢啲咪冷门嚟噶咯，1号、12号啲系冷门嚟噶啦。4号啊，就梗系谂佢上次跑出一场就入 Q， 咁梗系呢个1000啊，呢个睇马经嗰啲话100%入 Q 啊，咁几好啊，真系。所以得两只马系上名率系一嘅，就系呢个有主意同埋星洲骏马系3号、4号，然后数到落去咧就系1号发型起都0.66噶啦，好叻噶真系。你睇见呢只镜头就系高耀智星啦，2号灰马好易认啦。呢只马曾经爆冷门赢过，之后一路沉到最近跑第7、跑第9嘅都系。高耀智星连场跑第9，咁即系10号仔就系叫做同盟力量贺铭年，咁啊上次第
同盟力量上次就11喎，咪上次第七前次11喎，都係好厚嘅翻嚟。只十號仔可能禮真噶，十號仔同盟力量隔晚八倍，冇理由八倍嘅呢啲啊，梗係有內幕消息，啲人覺得呢只馬 fit 喎、掂啊，咁啊先咁樣落嘅啫，根本貼士界都唔貼佢嘅呢只馬。四重水都有个攞去嚟做脚，系啊，仲系热身嘅。时间入闸，因为同盟力量就啲飞啊，好劲啊，好劲好劲。不过我唔跟风啊，我揾四五，我拣四五。八号都有绿灯，睇红绿灯就系四号、八号、十号。暂时第一、第二场啲红绿灯都唔多靓骑啊，仲未肯就范啊！跳跳扎咁啊！只马有啲作势想起琴啊！同盟力量嚟到46分喎，临尾啊，啲票数认真劲啊！如果唔系呢只精算奇言喺度搞搞震咧，呢啲又系出咗闸先见到噶啦！呢啲票数啊，好仲处理紧啦！呢只精算奇言撞嚟撞去都仲未得，打多两下脚添。都有啲掹掹地，哇！雙飛添啊，只馬。好，卒之都搞掂啦，精算奇言啊，剩翻兩隻有主意同埋有運來嘅，時間夠啦，交俾集前。有運來，出邊有主意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三場賽事嚟到4000/2嘅短途大熱，係四準備。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最快集嘅有一对同盟力量、明月千山，中间精算奇言啊，出边咧咁啊，浅蓝帽、紫色眼罩嗰只咧，紫色衫咧，仲有星洲骏马四只马拍住嘅，第五位到啦，再见到内栏位置咧，系嗰只电子赤兔喎，咁啊中间咧就系有运来红眼罩啦，出边咧咁啊仲见到个马匹咧，有呢只有运来，中间夹住嗰只咧就玉成精彩嚟噶，后边嗰阵啦，高耀智星啦，咁啊灰马，再后边先嗰啲骏优自在啊，尾三有主而尾二紫色眼罩系发赢起，暂时带到。后咧系嗰只咧，咪雪战神驹嚟噶。过咗呢个600米段处啦，放头嘅马系精算奇言，响佢出边咧就星洲骏马啦，内栏第三同盟力量，中间第四名月千山啊，出边红眼罩、红衫、浅蓝帽、有运来走咗上去啦，跟住佢走高耀智星上紧嚟啊，再见到后多层嘅马，最出嗰只系有主意，后边先有呢只咧咁啊发赢起，斗到嚟最后200多米，精算奇言占先，数出去星洲骏马有运来，但系大外档逢马过马高耀智。升个势相当劲，出边上紧嚟仲系只有主意，外边仲有一只咧就发赢起，内栏位置进优自在，接近终点高耀智星外边冚上嚟赢晒，跑第二名噶嘛，埋边进优自在。好，只五号仔喺咪里边啊？只唔系喎，即系高耀智星系咪第二次赢马？高耀智星。盡優自在有主意，爆冷門嗰啲場。有人睇啲有飛馬，即係十號落大好多飛啊，都冇影啊。係咪又睇飛又？睇飛又唔掂啦，今次嗱，只十號落幾多飛你睇？喺十號落幾多飛？十號啊，八號啊，283。哇！我揀啲馬四甲不入啊，連續兩場，啲運氣用曬啦。咁就一号马堕后嘅一号马，后屘跑翻出嚟第四。如果你话佢出闸好啲咁多，就真系有得入嚟。只灰马赢得嘅嘛，而家喺第二三四五六七第七位，粉蓝色彩衣嘅喺前面啦，精算奇言。星洲骏马第二，
系完全冇后劲嗰啲就星洲骏马。有运来吓，四号五号喺前面啦，翻嚟冲一个红一个紫，不过两只马都冇料到。咁而家灰马喺外栏，你当你啲四号五号冇料到，直头话过就过，仲喺度拱埋只五号埋去添。咁只八号仔喺里边进优自在，好似冇遮冇挡咁又赢咗个 Q。咁啊，三号仔又跑上嚟。咁呢场咧就啲 tips 解都唔中啦，吓、啊。千几蚊 Q 又我冇我份嘅，我啲射程范围成日都中唔到呢啲咁，应该做啲相反啊，自己拣嗰啲唔好买啊，拱埋一边又买啲自己唔拣嗰啲啊，耐唔中会出现嘅，次次赛事都会出现一啲呢啲嘅。三号顺序派31972蚊。